无惧任何挑战 Double Confidence Double Con。你好，浩俊车行，有咩帮到你？我哋呢度自设车房，全日支援车身维修、机件保养、代客收租、的士管理，效率保证，技工认可。好，冇问题，阵间见。土瓜湾上乡道35号 B 2773-6766，浩俊车行。22号嘅去吧，听到 Winton 啊 ，Part Two 继续林九，咖喱，阿 Sam 啊，系啦，咁啊，大家睇咗啦，啊，咁啊，嗰日我都满意嘅，即系食盘菜，我其实真系真系食好多间，由细食到大，嗯，食到有少少麻木，但系我拣嗰个咧，哎呀，好彩啫，系好嘅，有啲苦主喺度啊，咁大家自己识睇啦，啊，都系嗰句，打个电话留意我哋威轩嘅广告啊，咁好啦，咁啊，其实咧，大家都睇到啦，我哋嘅。环嚟紧呢个环节系咩咧？咁我哋睇下我哋个环节系咩啦。好啦，翻到嚟啦，睇到啦，啊，咁啊，养生保健大百科。嗱，其实咧，今日养生保健大百科咧，我哋咧就特備一個咧，就可能有啲覺得屌呀咁，其實咧我上講下口罩啦，咁口罩咧其實咧大家戴咗成年啦，陪咗我哋成年，真係成年嘅。正如我哋當初預料咧，當初就大家咧，哇搶搶搶，搶去到中後期咧，沙士經驗我都知咧，就開始當多啲花款啦，啊咁大家睇到啦，啊有啲而家已經有過年套裝啦，係嘛？可能又二出恭喜發財。年初二出入平安，龍馬精神，係啦，咁一路嚟啦。即係你意思話，去到人哋嗰度拜年就係啦，咁樣係講嘢都唔好講，係啦，係叫啲龍馬係好似係咁樣，唔使教啲小朋友講啊，直情講都唔使講。係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依啲都係啦，依啲經歷啊，我哋都預計會有多啲花款啊，好多。而家喺嗱，好老實，而家存貨係充足嘅，大家都知道嚇。咁多得滯添，但係我亦都所知道嘅生產已經係。降低了很多了，因為當初大家咧24小時砰砰砰砰啲機，據我所知有些廠已經是40%降低了40%噶啦，因為咧嗰啲廠維修啊，啲機唔得啊，好似睇維修係要維修，而維修嗰邊咧原來都好大問題，零件啊其他啲跨粒嘢咧原來係未到啊，正如咧等於好似我做四輪定位做極都做唔到，點解咧？原來好多機壞咗，哦 ，OK， 做唔到。佢就因為好多有啲零件喺上面啦，運唔到，運唔到落嚟，係啊，因為可能佢好遠啊，唔係話深圳啊，嚇，同埋生產唔到，可能上面嘅個生產線可能都已經有問題。係啦，嚇，咁所以咧就大家預計到啦，而家嚟啲嘢係慢咗嘅，係嘛？咁甚至會有傳聞話淘寶已經係停咗添，有啲話，有傳聞啊，真係隨時會噶嗱，提你大家淘開嘢嗰啲。真係嘅，唔好諗住啊！我過年啦，買點咩？你留意一下，因為上面咁嘅疫情咧，佢老尾佢話停就停㗎啦。咁好啦，講下啦，我哋呢今朝嗱戴好口罩啦。其實咧，而家個口罩咧已經係，我記得咧啱啱疫情搶口罩嗰時咧，有啲口罩真係啲質素好參差。係嘛嚇？但係而家我哋就要發。嗱嗰陣時咧就唔理啦，屌你老師，差唔多係口罩揀我咁滯嘅，有塊布，係啊，你見到有兩條橡筋，係啊，隻耳仔痛唔痛唔緊要，吸到先，係啦，嗰陣時仲未話政府話一定要戴口罩添，係啊，我香港人係驚啊，係啊，我見到有啲薄到咧，你講粗口佢肯定知嗰啲啊，而家你講粗口睇唔到噶嘛，跟住濕咗水咧已經化曬咁樣，係啊，嗱我都按原則就點樣買口罩咧，我自己又冇乜鄉下仔一個啦，唔識，我好簡單剪開佢有冇三層。第一層我就淋少少水落去防水嘅 ，OK。第二層就燒佢，第二層嗰個最重要係第二個啊嘛，隔病毒就係佢啊嘛。如果
佢係慢慢融嘅咧 ，OK 嘅。如果嘣一聲燒著咧，嗰啲係流嘢嚟嘅。咁係即報啊嘛，係啦，係啦。第三針就其實就要求低啲嘅，索水就得㗎啦，因為佢係索你索你噴出嚟嘅口水啊嘛，咁啊 OK 嘅。咁我就咁簡單，我自己揸住嗰個原則。咁當然咧，會睇政府有陣時咧，海關咧會捉㗎嘛，或者啲間屌你乜黑店買啲假口罩啊，你啊留意啲牌子。哇，嗰陣時啦，阿嘉你唔知啦，睇到咧，哇啲口罩好多牌子，乜乜乜乜又話乜乜乜嗰啲係嘛？啲 number 啦，我認啲 number 邊啲先係即係合資格？九十五嗰啲又話咩 can 九四啊九五啊嗰啲先至係。或者可以分隔到95%病毒嗰啲啊？因為開頭好多推出嚟嘅啲，其實根本淨係防花粉嘅啫嘛，嗰啲叫做係啊係啊係啊，防塵嘅啫，其實根本就話，咁啊跟住又話。有陣時睇到啲數字咧，好啦煩，又話歐盟嗰個標準，又話美國標準，又話香港標準嘛，哇都點啊？跟咩標準好咧？咁啊，有啲話呢個得，呢個唔得，咁啊好煩。咁其實都迫於無奈咧，就買咧，同埋啊唯有靠啲好商，即係幫襯開啦，聲譽好嗰啲商鋪啦，係嘛 ？Sam 哥，你好似話你口罩你唔缺嘅喎，不嬲都係咪啊？銀紙又缺啊！口罩真係，我想問翻你兩個沙士有冇戴過口罩咧？記唔記得？我有，但唔多，真係沙士好短暫係嘛？好濕碎，好落唔係好耐幾個月啫。唔使點買㗎，沙士唔使點買口罩嘅。你買一盒到擺喺度，跟住有陣時有人俾下你。嗰陣時係真係冇乜冇搶得咁犀利㗎。嗰陣時沙士冇咁犀利，我記得我都唔會話點樣戴得太耐嘅口罩啦。嗰陣時好似係即係翻到公司佢會俾你戴，咁你咪戴咯。但係出到街唔會戴口罩㗎嘛？反而係出街唔戴㗎，係嘛？食嘢嗰陣時都唔會去到酒樓啊、餐廳都唔會戴。或者最多搭巴士嗰陣時戴一陣，因為人多。係啦，咁樣都防一防先。係啦。但係而家咧好似而家咁樣啦，頭先聽你哋講啦，國內又話而家邊度啊？邊度？河北省、今日又話去到又話百幾宗啦，係啊係啊，唔知邊度香港傳呢度唔知邊度啦，而家外國唔使講咧，更加緊要添。我講而家個口罩咧，雖然話好似阿九哥話齋，而家存貨好多啦，或者係有啲停咗工，或者係嗰啲機器生產得太過緊要，要揾啲零件啦。但我覺得咧，而家啲口罩個需求都好犀利嘅，因為事關而家你我成日講話唔好話清零，而家政府就想話清零就清明都未必得啦。清明都未清到零啊？係咪？即係你睇個局勢，你而家係全球啊，全球即係譬如你而家美國啊、英國啊、俄羅斯嗰啲冚唪唥都已經係嗰個上升嘅，尤其是日本添。日本而家講話嗰個奧運嗰度都要停，真係要停。唔係喎，但係喺東京嘅東京嗰個應該係叫做咩咧？攻防上定係咪日本攻防上啊？係嘛？即係嗰個乜嘢咧？攻防長官啊，好似係嗰啲啦嚇，嗰啲啦。同埋奧委會嗰度嘅話咧，即使係仲有咧，佢哋都話會堅持會舉辦呢個奧運。開頭佢哋係好堅持一定要，因為我諗係同個經濟都好有關係。係啦，冇錯，好多人唔肯掂㗎，真係㗎。如果你真係試下嗱，我估係咁樣嘅，可能個範圍會縮細，同埋咧冇現場觀眾。咁啊大撚鑊啦！啲門票有冇退飛咧？因為佢依然有輸入咗嗰啲人俾佢隔離啊、獨立啊、啲咁嘅訓練啊嗰啲咁嘅嘢。如果你呢一刻真係話停嘅話，其實佢抌咗落去嘅錢又唔會因為個經濟又翻翻嚟，咁其實佢哋蝕本㗎嘛。但係有好多人簽咗約啊嘛。你唔舉行，你就要違約。但我舉行咗唔關我事啦，屌冇觀眾嚟，你仲可能撐得住。如果唔係咧，東京奧委會嘅恐慌咧就會破產都唔奇啊！咁其實而家歐洲啊同埋外國咧嗰個傳播嗰個感染啊，好多啊！佢哋講幾萬幾萬。所以而家我成日覺得話咧，而家啲口罩而家就唔緊要啦，大把哇！又 Hello Kitty， 又哇個嘴好似只狗咁樣，又有須嗰啲，有得揀。但係當你如果疫情咧，如果我相信唔會話短期內呢半年內都會話唔需要戴口罩。我諗就算你個疫情聽日停啊，冇曬啊，全世界話俾你冇啊，戴翻三兩，你個人習慣咗啊，你都戴翻嘅，揾兩聲。喂，哇！我成日講喺的士嗰度咧，唔知點解有客咧就行嘅，冇客咧就冇問題嘅。緊張啊！你個人。所以嗰個口罩咧，你阿九哥，你一日換幾多個？最都三個㗎，我三個，戴三個。大會指定動作都係三個，四五個鐘頭都換一個。係啊，少我哋可能少講嘢啦，都要換㗎。所以個口罩個而家個需求咧，而家可能未話去到真係好似一月份我哋上一年咁樣爆發，但係嗰種都要
去而家開始啦，啲人咧已經年尾啦、嗯，我見到藥房嗰啲啊，或者係你嗰啲商鋪咧，已經係開始 book 定啲口罩啊，尤其是 BB 仔啊、細路仔嗰啲。係啊，因為咧你知啦，過年又係講翻過年啦，香港人咧就一定要儲翻啲嘢噶嘛，係嘛？點都擺翻啲，因為你唔知藥房極要會休幾耐，係嘛？話可能倉唔倉之外，其實咧就我覺得。買多一兩盒擺喺度，你冇咪賴嘢，你出街冇嘅話，你真係唔出得街。係啊，咁啊，所以嗱，係U我哋U嘅監製咧，就係咧個頂牌牌嘅口罩啊。嗯。啊，嗱，其實咧，記住係我哋監製嘅，我能夠用過。嗱，點樣咧講？佢質料咧，佢好人性化嘅，質料係 OK 嘅，係、舒服嘅。因為有陣時你戴咗口罩，屌你乜吉肉嘅，同埋對皮膚咧好有影響啊。嗱，我前排戴完某個牌子嘅口罩咧，我都起粒粒。係啦，咁我戴過一排咧就 OK 舒服嘅、舒適嘅，唔會搞到咧哇鼻又痕乜嘢啊！唔怪之近排靚仔咗啦，啱啊！嗱咁佢咧就嗱良心價$38一盒，咁咧嗱你可以揀譬如家庭裝啊，一日用曬嘅、暫時咧就係有而家咧，因為趕住出貨咧，咁就係十包裝，十個裝一包，咁啊有五包啦，有五包每包裝有十個，咁但係最新出咧已經係獨立包裝啦，係啦，獨立包裝嘅$38盒，當然啦，如果你話我買翻多少少咧，好簡單，打電話嚟我哋5121118幸福工房咧，幸福熱線咧。有得傾嘅，有得傾嘅，有優惠嘅，有電視框，係啦，冇錯啦，係我哋嘅呢個 U 嘅觀眾啦，放心，識做嘅，啊，唔一定唔使$38一盒，啊，放心啊。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佢好多驗證嘅，大家可以睇到啦嚇。咁啊，外國又有嚇，喺啊國內又有。嗱，因為咧頂牌咧呢個牌子咧喺上面咧個廠房非常之。哇！但係我哋上唔到去參觀。如果係得嘅，真係嘅，唔係話藉口。屌你個點上啊？屌你跟住14日，14+1，係咯？點解有一日？你咪咁樣話，係咪先啦？咁樣廠房咧就好大，好乾淨嘅，因為佢係好有經驗做嘅。嗯，係啊，而且咧老細咧即係同我哋講咧，佢就真係咧會諗住長期都有供應嘅。嗯，唔係話為咗大家都知道啦，有啲睇啲節目咧話。有陣時我覺得抵撚死，短期幾個月賺錢嗰啲，你諗住係啦，嗰啲而家同埋散貨啊，嗱一聲去埋嗰啲貨咧，跟住唉唔好扎住啦，唉幾多佢都講到明係一年租約即刻接㗎啦，佢話頂唔順，同埋佢講真句啊，唔係話乜有陣時啲嘢你香港人抵鳩死嘅，你睇長遠人哋去做又係嗰句嘅，有趕住去係咪點知蝕到趴喺度，又唔係話要到去到蝕到破產嘅。白做好多聽翻嚟話就白做，賣樓啊要係啦，最後翻到嚟係啊，有一個就話要屋企人賣樓，諗下啊嘛，口罩嚟嘅啫，我嗱我哋唔係馬後炮，我哋都知道一定會跌。嘅同埋會貨源會夠嘅，唔係香港人咧太多呢啲諗呢啲嘢，有啲嘢俾你諗到。嗱，好似山竹。嗱，我聽你都聽到啦，牛皮膠紙，成日黐窗嗰啲啊，係啊，都冇貨㗎，打風啊，而家係啊，係啊，好多呢啲咁嘅意識，哇，揾到錢喎，係啦，屌你乜爆風十號風球$100卷，你呢啲口罩都唔撈到嘢，$50盒就係撈唔到嘢，就係撈唔到。係啦，所以其實咧提提大家啦，正如好似阿 Sam 講堅毅生咗嗰時，真係牛皮膠紙$100卷都值錢。嗱，所以提提大家真係嘅未雨綢繆，係啊，買多嗱三盒啊，嚇三盒有 discount， 看門口，一個人住又冇所謂啊。譬如你哋聽到，你點都要一定要用噶啦，係啊，係嘛？有一家人就更加啦。如果啲客有人唔記得帶嘅，你俾一個佢，係啊，係咪先？所費無幾，係啊，所費無幾咯。你唔使話哇騰曬雞，自己又驚又倒瀉屎咁樣啊！大家都試過啦，嗱。真係㗎，唔好話乜，你起碼而家信得過我呢個，唔使煩。哎呀，得唔得㗎？嗰只得唔得㗎？我買唔少奶嘅嘢，其實我自己我都話，哎呀，早知我同頂派個老細講，早啲聯絡我啊，大佬嗰陣時真係。其實我哋真係跌唔少錢啊，仲要買翻嚟叉。我諗個個都賴個嘢嘅，全香港人。買消費者委員會。我試過嗰啲係要買翻嚟，佢係後邊交叉咗繩嘅，嗰啲唔知咩印尼口罩咧，你都唔知點樣戴落去。跟住冇啊，你又唔可以唔用，又嘥咗佢。又要下下要剪下佢綁下，我哋趕住出門口嘅時候咁做咁。係啊，所以頂派放心啊，就係呢個仲係加強型添啊。其實咧三陣咧係個。厚度一摸上係足料嘅，同埋戴上去仲真係舒適啊！咁啊記緊啦，因為咧之前真係心啊耳痛又話呢度嗰樣啊，係嘛？個個戴完好似而家咁樣黎明兜風耳咁樣喎，好痛，真係好痛啊，大佬！係啊，
我見好多攝紙巾喺度咯，因為佢有啲甚至話係扯到你頭痛啊！喺只耳呢度咁，哇，痛到咧難耳咁啊！耳環係嘛？哦，呢度有條痕喺度啊，好似成世咁樣。哇，大佬，有好多時點解會咁樣咧？一來咧，扯落嚟咧，嗰下拉力咧，已經係拉到呢度咧係有條痕啦。你日日咁樣拉喎，唉，你講開呢度撩起我啲又唉，扯扯地。某人係就因為個口罩一扯，成只耳環成皮嘢嘅。飛咗去，唉，屌佢！哇，好耐歷史喎，執唔翻啦，係嘛？但我俾你睇，喺沙士嗰年，我亦都試過。今年肺炎，屌你乜，真係同肺炎真係同佢勢不兩立嘅。屌你老母，兩個肺炎都係咁撚樣，都係屌你老尾唔見石嘅，撲街嘅真係。你要明白，我係戴肩，我唔會戴笠。OK， 係咪先啦？我嚇，喂，我都扯過喎。你啲石咧，好似有三層嘅喎，係嘛？三層啊，係咪啊 ？Excellent，excellent。我諗阿格咧，即係講題話，我諗都試過。耳環真係好閪難揾翻嘅，認真嘅。我最近戴呢啲耳環啦，咁你成日會勾住我，總之我有時一除嘅時候咧，我好緊要，我捉住個耳環，我都係噶，除，因為我又會棘住啲頭。係啊，我都試過撳一撳摸喺度，跟住至除噶。嗯，真係啊，呢啲戴耳環咧，真係已經係要有技巧先得嘅。係啊，即係以前啱啱戴口罩嗰時咧，就一嘢一除落去啦。我哋真係想要招募啊！有邊位戴撚咗口罩之後唔撚結耳環嘅，係咪先啊？同埋有啲技能嘅，請舉手，請讚好。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咁樣。最慘的真係點揾啊！嗯，你屋企都難揾啊，仲你唔知跌咗喺邊度啊！唔係個重點，如果你嗱嗱你單色嘅咁都仲好，好似我哋呢啲一對嘅，如果我萬一跌咗呢只，咁你就撲街啦！係啦，跟住你再配，冇我啲特別版冇得買一隻嘅喎，冇得買一隻喎，啊你咁樣真係點啊？係嘛？所以係啊，真係而家講到咁啊，所以記住啦，舒適嘅橡筋，嗯，對你嘅財物有保障，頂牌係啦，記住幸福而先。咁好啦，講開派口罩啦，即係講口罩啦，咁其實咧。頂派亦都咧做過一啲送暖行動啊，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咧就亦都派咗啲口罩咧，但係嚟緊呢個咧我哋咧已經決定啦，我哋呢個要長期作戰咧就叫 U 送暖啊，簡單啲係嘛？咁咧就去到一啲露宿者啦，嗱其實提提大家啦，正如咧我哋嘅新拍檔阿 Stanley 講咧，其實因為咧我哋都知道咧好多香港唔止話露宿者嘅，但係因為喺限聚令疫情之下咧。去唔到一啲單親家庭嘅屋企啊，其實我哋最想嗰啲啊，譬如獨居老人啊，其實佢哋一個口罩用幾日？係啊，同埋佢哋而家真係冇乜人理啊，嚇，即係其實好擔心佢哋個身體點樣。以前有嗰啲上門派飯咧都可以好啲，而家連嗰啲都 cut 曬，其實我都覺得嗰啲好慘。係啊，所以就當然啦，露宿者都要照顧，因為而家但天氣轉凍啊嘛，但其實咧希望咧就可唔可以同一啲機構或者政府研究下。簡單啲，即係譬如一兩個我哋啲義工啊，上去派翻佢啲藥品啊，因為咧原來咧佢哋話其實佢哋唔係食好多，唔需要食好多，反而食用品係緊要，係嘛？咁我哋希望召集多啲，尤其是天氣轉凍嚇，咁啊大家都係提大家啦，啊氣温咧應該咧去到農曆新年咧都係 keep 住一個偏低嘅氣温啊，啊冷風袋嗱呢個係國家氣象館講㗎，氣象局國家氣象局講㗎，唔係香港天文台啊，嗰個 WhatsApp 都傳出嚟嗰個，係啦，咁啊。再多件衫啊，預備即係迎接呢個寒冬啊嘅新年啦。我覺得會有啲氣氛咯。咁佢會仲有啲氣氛啊？會唔會咧？哦，咁多年咧，過年過節啊，甚至乎聖誕咧，好多年都冇咁凍嘅，都係暖啊。都係有啲人你過年都唔著短袖衫㗎。係啊係啊係。今年都會有機會去凍啊。咁啊，提其實咧有啲朋友我都聽到少量嘅朋友啦，同我講啦話，嗰啲人。有啲係老同啊，唔怕講啦，話乜乜乜乜啦。咁但係據我所知咧，其實咧喺數字上面咧，已經咧因為疫情咧經濟下滑咧，已經係越嚟越多露宿者啊。我真係見過有啲係越嚟越後生啊。係啊，我都見到係。係咯，即係我以前嘅概念唔係年齡歧視啊，多數都係四五十或以上先至可能會有呢一 part 嘅啫，即係單身人士就變咗露宿者啦。係啊，而家有好多。咁我真係見過有，點解咁後生都？露宿我已經諗唔到，但係可能有一啲人其實佢本身即係冇屋企人，以前有份工，可能我真係有孤兒呢樣嘢。係啦，我真係住劏房，但我而家連劏房嘅錢都冇，咁我都唯有要瞓啦。係啊，咁啊，所以我哋就唔好話深究你故事啦，因為我成日都覺即係可能年紀大咗咧，就會覺得咧就係如果你因為咁嘅理由，或者我當嗰啲你所講嘅係一部分啦，甚至乎佔一半啦，甚至乎一半以上。但係嗰少數人，因為你咁樣而會受到忽視，或者受唔到援助。咁對嗰啲係咪更加唔公平咧？
係嘛？即係孔子都有講得有教無類係嘛？咁我覺得有陣時咧講得教啫，有愛咧亦都係應該無類嘅。不過我哋鏡頭有講過，你哋去派呢個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有啲不斷重複又重複攞嗰啲，真係人哋有需要嗰啲變咗冇得攞又覺得要講下真係唔好做呢啲。有啲就真係係有時真係，唉，所以大家明啦。不過咧，我哋個行動會繼續啦。咁好啦，以下嘅片段啦，就係睇啦。嗱，我哋其實咧就想一個帶動啦，係嘛？我哋係有我哋套理論喺度嘅嚇，咁啊，因為琴日我哋經驗未有經驗啊，可能搞咗少少混亂啊，咁我哋應該咧累積經驗，同埋咧希望咧招募啲有能之士啊幫幫手啦，同埋熱心係啦，物資咧就係多多啲善少少無區嘅，係嘛？依樣最緊要啊嘛，好啦，今個禮拜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記得睇埋下邊 U 送暖啊，冇錯 ，OK， 下禮拜再見，拜拜。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
啊，着多件衫喎。着多件衫。啊。好衫啊。好听话，好听话。快最後一盒啦，唔好意思啊！最快最後一盒啦，唔好意思啊！我冇飯啊！哟，宋暖嚇，咁啊，啱啱咧就喺冷風就嚟到嘅一晚啦，咁我哋就快過冷風一步，係啊，送咗少少飯盒啊嚟到呢度。我諗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實環境唔需要講，唔需要講啦，大家唔好開名啦啲嘢咁啊。今日入到去啦，咁我第一次啦嚇。有啲混亂喎情況。混亂嘅，我都係第一次落嚟啲，即係落嚟呢啲地方派飯，第一次，我都係第一次嚇。老人院啊，大型服務都有做過。咁嚟到呢度啦，當然啦就講聲唔好意思先啦，同我石嬌姐姐係嘛？係。引起佢嘅不便啦。嚇！佢俾人鬧啊！但我哋今日有個新成員喎。係啦，我哋邀送你啦。阿 Sandy， 其實上星期的總統站嗰度咧，大家都見到啦。咁啊，其實咧，我哋好在多得佢幫手，係嘛，有好多資訊俾到我哋，冇錯，揾到咁多地方啦。係啦，係啦。咁啊 ，Sandy， 你自我介紹下，簡簡單單啊，嚇，唔好講咁多，唔好泄露你個身份啊。係，因為我平時都有跟開朋友做義工嘅，咁咁啱上次大家一齊做義工撞到認識咗啦，咁就話不如約埋一齊做義工啦。咁我其實仲有啲小隊友嘅，不過佢哋咧就忙緊，咁所以就今日我就過咗嚟先，係啦。咁所以嚟緊都會係跟你哋做多啲服務啦。係，多謝曬。其實呢兩次咧，我哋都係一個探路形式咁樣，好似因為學習啦，係啦，都係初哥我哋。咁啊，一我亦都收到好多私信啦，私聊俾我啦，就話哥哥我就嚟，我就嚟咁啊！其實真係好多謝大家。咁啊，善長咧，咁啊當然啦，冇問題啦，俾我哋揼到腫曬都照俾啦，係咪啊？咁所以物資嗰方面咧，就當然多多謝。但係人手嗰方面咧，咁啊唔該曬好多嘅朋友心人先啊，係嘛？咁啊其實咧好歡迎你喺 YouTube 留言俾我哋啦，或者 Facebook 度啊，係咪啊？夾到時間一定安排。係啊，即係亦都俾我哋唞下，有陣時係啊。都好重啊啲物資咯。係啊。唔係，如果有人，如果係大型嘅話，即係大再。如果組織到大型的物資嘅話，其實都需要人嘅，咁唔可以封，即係我唔好話封人後封後門啊、城啊嗰啲，咁都係需要人嘅，需要物資，需要城嘅。係啦，咁啊當然啦，如果有啲朋友啊有多咗嘅，或者近期嗰批貨你知啦，近期好傾噶嘛，出唔到口啊嘛，咁係喎，咪 hea 咗喺度啦，係咪啊？冇錯啦，做下善事好啊。兩樣都要啦，人手同物資啊。係咁啊，其實咧今日而家都真係凍喎。係咯，寒風起風啊，起風啊。今晚翻風啊嘛，講咗啦。咁啊，問下 Sandy 啦，即係你以你經驗嚟講咧，其實咧啲加油門、加油門咧最重要對佢哋最重要係咩物資咧？其實啊，其實應該係口罩啦，係啦，口罩都成要，但係其實都
睇每個人嘅情況唔同嘅，咁但係日用品咧都少派嘅，咁所以都可以派日用品咯，係啊。啲保暖嗰啲嘢你夠唔夠咧？其實頸巾、啊、保暖其實多啲都冇乜問題嘅、嗯，多啲都冇乜問題嘅。我哋揼啲老細送啲頸巾啊，係啊係啊係啊，手啊啲啊，手套啊、手襪啊、冷帽啊咁嗰啲咯，或者啲搓手液都好啊，搓手，因為咧好老實講句啊，我睇佢哋嗰啲皮膚狀態都麻麻地，即係衞生嗰方面一定係爭啲㗎啦，喺呢度係嘛，咁啊，其實我就最後想講一句咧，就係咧喺我哋附近咧。就圍住一啲係豪宅，都排賣得唔平嘅，嚇、啊、全部過萬蚊一尺價，咁其實非常之諷刺，就圍住呢個公園，嗯，係嘛，咁啊都唔好講咁多啦，費事嗰啲業主唔高興，係嘛，但係咧政府咧同埋所有香港人咧要值得反思咧就係咧，堅尼系數即係我哋嘅貧富懸殊咧就越嚟越嚴重啊，咁啊其實政府喺疫情之後係咪真係要呢個教訓之後咧就千一定要嗱？一個解決方法並不是趕走他們的是吧、啊、要想一個長遠一點的、啊、當然亦都知道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呢、嗯、看到數字回來只會越來越多、嗯、醫藥一定要想遲早 會爆發的這件事是吧是、啊、Sandy、啊、其實你有沒有研究過究竟他們的人數啦有沒有這幾年是不是真的有增長到呢咁我冇研究因為我都比較新啦。咁我都係今年先去接觸露宿者呢個社群嘅。咁舊年咧就幫一下啲獨居長者嘅。咁、所以露宿者呢方面咧，真係都要再了解一下咯。係、啦。咁同我哋一樣啊，你都係。咁啊，獨居長者啊，都係我哋一個目標都係我哋一個對象啦，唔係目標嘅對象。咁好啦，咁啊差唔多啦，係嘛？下個禮拜我哋又要可要行動咯喎，係嘛？有齊得有齊啲裝備咯，應該係嘛？咁好，下禮拜再見，拜拜。九哥，咦兄弟，搵车啊？系啊，但我又未有的士牌，想入行，咁我应该点搞咧？识唔识啊你？喂，冇问题啊，你有心就得噶啦，系。好啊，入嚟红星，听下好嘛？好啊，好。喂，醒哥，荃湾红星车行一如以往都以公正开放、康扶新进为经营原则，而家更推出你入行我搞定一条龙全包服务，只要你有香港驾驶执照。嚟到红星报考，所有费用全面，即前训练、在职技巧、的士司机证，无需周围腾，红星帮你搞掂晒，咁就轻轻松松入行顺风啦。哟，大家睇完呢个咁好睇嘅节目，系咪好想继续无限 loop 咧？如果系嘅话，即刻 click 嚟呢度，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哟。